看看新闻网。女星傅明宪近日被曝新恋情。据香港东周刊报道，傅明宪与小他十岁的香港庄氏集团公子庄家斌在冲绳度假，两人不仅同居一室，衣着不整的照片也全程被狗仔抓拍。由此，这段姐弟恋终于得到印证。回去吧。现年42岁的傅明宪在娱乐圈奋斗已经18年。1995年，傅明宪凭借港版《神雕侠侣》中的郭芙为观众所熟悉，任性骄横的角色塑造堪称入木三分。我现在跟杨过说话，关你们两个什么事啊？你们两个烦死人了，你们还是先走好了。随后，傅明宪的演艺道路就一直不温不火，不少金牌港剧中都曾出现他的身影，但基本都以配角为主。哎呀，丢掉太浪费了，很贵的。哎呀，反正都送来了，绝对不能浪费。虽然事业上从未大红大紫，然而傅明宪的感情经历却相当引人关注。1998年，傅明宪与富商叶剑波结婚，结婚近10年，屡屡传出他生活奢华糜烂的消息。2007年，叶剑波卷入诈骗案被捕，傅明宪随即与之离婚。当时香港地区红极一时的 TVB 电视剧《珠光宝气》中蔡少芬塑造的拜金女就被暗指是影射傅明宪。如今年过40的她再传与富二代恋情，让拜金一说更加甚嚣尘上。